大家好，我是广东的，来自我是来旅游的。你是来旅游，我这是来交友的。那我要交友吗？上来交个友啊。你多大了？89年，今年三十五了。35岁，至今未婚。离异。离异的啊，广东的啊，是不是广东人呢？广东清远。啊，广东的，离异的，35岁，你有没有孩子？有个女儿。跟着你的哈。对。真的勇敢呀、带着女儿负罪。母亲，这是母爱吧？母爱，母爱啊！来来来来来啊！江西的行吗？可以吧。江西你也愿意来啊？可以。啊，那对方也带个孩子行吗？可以。可以的啊。40岁以下的。因为我只想过日子，不想说。哦，他只想找个人过日子，不想那么多了啊。也不要求什么每个520啊，给我送个花啊，给我送点钱的那种，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啊。来，40岁以下的，35岁以上的，或者45吧。大个7-8岁无所谓，好不好？过日子的嘛啊，行吗？来，有没有向他走来的？哪儿那儿有一个啊，戴眼镜的，我真的看不见你啊。来来，上来来，你对你不是向他招手的吗？我就看见你招手了，没看见别人招手啊。来，你刚说完他都举手了，这叫缘分啊。那还有一个大叔啊，行行行，别碰啊，一个一个来啊。你是哪里的？我江西抚州的。出这么多汗，脱一件衣服吧，热死了嘞啊！我江西抚州的。有纸吗？送那张餐巾纸擦擦。我又是6点到7点。啊？来来来来来，哟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行，太激动了，太激动了，往前站点。抱一个。好好好，谢谢你啊，来。哪里人？江西抚州的。抚州的啊，也是出名人的地方那个哈。对啊。对对对，我去过。你去过吗？印象很好吧？还好吧。我的妈，你哪儿都去过呀？你不是旅游串贩吗？你？我本来是不是到处旅游的。我本来是想去我都没去过。去郑州的，本来我想去郑州那边的。行啊，30几？35了。35，你也35？我是89年。我也89年，我4月。4月。大5个月。大你5个月，你结过婚吗？没有，一直单身。一直单身呀。那我结过婚吗？他结过婚呀。有个女儿我。是跟谁呀？跟我。多大了？我女儿12岁。那也没关系，现在很正常这种现象。很正常嘛。就是你是哪里人？我刚才没听到。我是广东清远的。清远的哦，我知道。他可以到你这里来。哦，那也可以。他说是不是你可以到他家来？可以。那好吧，那还说啥了？赶快去交流吧，加个微信，交流一下。真的，这就是跟你说啊，他刚来，你一说他就举手了啊，好好的谈吧，好不好？对吧？真的。我都觉得这叫缘分呐！他再晚来一会儿，你可能就下去了。他晚来一会儿就下去了。站得好累了。你看，你一说他腾就举手，没一个举手就他举手了。你看，你擦擦汗吧，你跑的，你下去给他擦擦汗啊！你看，为你而来的，挺好的啊。来，衣服呢？